真的，你真的要另外好好说，因为他呢，今天画的是爸爸，他有真的没画爸爸，他大概有时候画家人就画全部的家人，他在小一点的时候还蛮常画爸爸，就是在学前的时候偶尔会对爸爸。今天知道是妈爸爸蛮也算蛮清楚一次，他说画的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，爸爸陪他打篮球，就不错啊，他也很得意说他很厉害一次，爸爸抢球抢不来跌倒这样。那秉正比较特别是啊，秉正大家今天画到最后翻，因为我们翻过来会写上今天最重要的人的是谁是什么原因。他写的时候说，他写说我最重要的人呢，但是妈妈啦。我说，我说你不是问爸爸吗？都不得罪。最重要的但是妈妈啊。我说什么？因为妈妈生我，但是最重要啊。他把他写我最重要的是妈妈。我说那可是你问爸爸、欸。我说那没关系，你先这样吧。你最重要的爸妈妈，你重要的是爸爸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他就写我这样，还蛮好，就写爸爸也很重要，就妈妈更重要是生他的妈妈这样。然后这是他的作品这样。